Researchers in Manitoba have made an exciting discovery. They have found what appears to be a complete fossilized skeleton of a mosasaur, the so-called T-Rex of the deep. A fisherman in Newfoundland has hauled in a tale to tell. You might or might not want to take a look at this. Oh, that thing is there. What's going through your mind? Researchers in Canada may have stumbled across what they are calling a dinosaur mummy, one of the best preserved fossils ever. And this is part of what they found here.A newly discovered cave could be the largest in Canada. The 100 meter long and 60 meter wide cave is about as deep as a soccer field. 每天都有惊人的发现，加拿大人已经把震惊这个词变成了他们的新常态。奇怪的动物，史前生物和古代巨人。那么在这期，我们在加拿大这片几乎未被发现的土地上，进行一场有趣的旅行。这些会让你感到不寒而栗。不过在开始前，还请大家先点个赞并订阅探索号，这样既能回看往期视频，也不会错过下期精彩内容了。那么我们正式切入正题。恐龙木乃伊。加拿大的一群考古学家在阿尔伯塔省的荒地上发现了一些极其罕见的东西。This is a sample of a fossilized skin of a hadrosaur or duckbill dinosaur.它们聚集在一块保存完好的恐龙化石上，它就像一个恐龙木乃伊。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还保留了一些完整的恐龙皮肤。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this area when it comes to the number of bones? 通常，当他们发现这样的化石时，通常只有骨头，但这只却有皮肤，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一发现引起了很多人的兴奋。因为它让科学家们更多地了解了它们的真实长相，他们可以研究皮肤的质地，甚至可以了解这种生物身体上的颜色或图案。令人毛骨悚然的树。2021年5月，加拿大纽芬兰的一名探险家在探索森林时，发现了一棵令人毛骨悚然的树。这棵树在任何方面都不正常，因为它的形状像一个人的身影。尤其是它的头开始的部分，根部看起来像头发，它的脸也很怪异，就像一个人被强行附着在它身上。当他研究这个地方的历史时，他变得更加害怕，因为这个地区在古代被用来把人活埋在树里作为惩罚，所以他没有在那里待太久，很快就离开了那个地区。熊的尸体。这些朋友经过森林附近时，发现了一只死去的熊。然而两天后，当他们经过同一地点时，他们又看到了它，但情况令人毛骨悚然。它的身体已经完全被蛆虫覆盖，这里说的蛆虫指的是某种昆虫，它们正在迅速吞噬它。它发出的气味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们甚至不能待在附近。从片段我们就能看出，几十万只蛆虫在它身体上，想想就很恶心恐怖。他们震惊地看到蛆吞噬尸体的速度有多快。他们没有在那里待太久，随便拍摄点该场景后，就迅速离开了这个地区。小精灵的森林。当夜幕降临在加拿大萨里的小精灵森林时，它开始变得怪异而神秘。当游客向森林深处探索时，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人在看着他们，尽管他们看不到任何人。在树木和灌木的后面，在扭曲的树枝之间，在长满苔藓的岩石中，你会发现有柔软发光窗户的小精灵屋。即使周围没有人，你也可能听到空气中传来微弱的笑声和顽皮的咯咯笑，导致有些人相信这里曾经住过真正的小精灵，也许他们现在还住在这里。巨大的拿非利人。新的一天，新的发现。这次是一个探险家在经过农村地区时，发现了一块巨大的骨头。尽管害怕，他还是迅速检查了一下，仅是这根骨头都是如此之大，他怀疑它是否属于古老故事中提到的那种巨大的拿非利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拿非利人，其实他们被称为堕落天使和恶魔的后裔，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些古老的巨人以他们的巨型而闻名，据估计他们大约能长到100米加的高度，
虽然这只是一根骨头，但你能想象它们到底有多高吗？二战飞机残骸。2012年，一群工人在加拿大库特尼镇附近的森林里伐木，他们有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他们发现了一架二战时期柯蒂斯 P-40 飞机的残骸。这架飞机70多年前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坠毁在那里。1942年，这架飞机的飞行员从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但至此之后一直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还安全。出乎意料的是，这具残骸在森林深处被发现了。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这架飞机保存得出奇的好，它的大部分结构、发动机部件，甚至一些弹药仍然可以辨认。挂着神秘的头骨，一个人正在一个茂密的森林深处探险，但在出发之前，他被告知不要走得太深入，因为那里有不寻常的活动。他不顾劝告，长途跋涉深入森林。当他观察不同的事物时，他发现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一具骨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挂在树上，他起初看不出那是什么，但仔细一看，他意识到那是一个某种生物的头骨。他很害怕，不知道为什么挂在那里，好像有人故意把它放在那里的。他意识到出了什么问题，决定最好还是赶紧撤退该地区。古老的村庄，来自维多利亚大学的加拿大博士生团队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村庄。这个村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金字塔时代之前。他们在林内斯岛上发现了这个古老的村庄，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以北约几公里处。在探险过程中，探险队发现了古代的鱼钩、长矛以及用来生火的工具。最令人兴奋的发现是一个古老的灶台，他们在那里收集了灰烬，史前加拿大人留下的木炭。通过对木炭进行碳测定年法，研究人员确定该定居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000年前。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定居点表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曾有过大规模的人类迁徙。 UFO 着陆场。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圣保罗，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叫做 UFO 着陆场，它是在加拿大周年庆典期间修建的。它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平台，周围有一个斜坡，设计的像宇宙飞船的着陆点。它在游客和对不明飞行物感兴趣的人中很受欢迎。附近还有一个游客咨询处，该中心有关于太空不明飞行物的展示和信息。这个着陆场背后的想法是为游客创造一些独特的东西，但一些人推测UFO 着陆场是科学秘密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与外星人交流。令人毛骨悚然的鱼，我相信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鱼。2020年，三条奇怪的鱼在伯纳维斯塔湾海岸被捕获，并震惊了所有人。它有一个长长的鼻子和奇怪的突出的眼睛。捕获它的渔夫家里马上把它扔到海里，虽然他后悔自己把它扔了。随后该片段发布到网上后，海洋学家声称这是一种叫做奇美拉的鱼，一种很少被捕获的深海居民，因此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小飞象章鱼。一名潜水员在探索海洋时发现了一种独特而迷人的生物，被称为小飞象章鱼。小飞象章鱼的名字来源于大飞象，小飞象用它巨大的耳朵飞翔。小飞象章鱼在水中飞行，它是一种来自深海的非凡生物，以其特殊的外表而闻名。所有小飞象章鱼的触角之间都细有枝带，因此具有独特的伞形形状，而且它们都具有像耳朵一样的鳍，它们会扇动以推动自己穿过水面。当拍打鳍用于推进时，触手充当舵来控制游泳方向，也是章鱼沿着海底爬行的方式。它们是生活在深海中的许多不同类型的海洋生物中的一种，显示了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古老的图腾柱。图腾柱是由加拿大土著人们制作的高大的木质雕塑，特别是在太平洋西北海岸，这些雕塑通常是用雪松雕刻的动物、符号、人物。
在土著文化和他们的文化中有特殊的意义。这些图腾柱不仅仅是艺术，它们讲述故事，保存文化历史。上面的每一个雕刻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神话传说或代代相传的家传故事。这些雕刻可能描绘神话生物、祖先的灵魂或土著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们共同构成了土著传统和信仰的视觉记录。怪异的声音，一个人正走在森林附近，这时他听到了一些可怕的声音，他赶紧跑过去，看到附近躺着一具巨大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他仔细检查了尸体，发现上面还有几缕毛发，这表明在他附近有某种生物，可能是一只大脚怪。另一件他认为是大脚怪的原因，是他一开始听到的怪异的声音。虽然他试了一段时间，想知道这附近是否有这样的生物，但可惜的是，并非每次努力都尽人愿。远古猛犸橡木乃伊。2021年，加拿大育空地区的矿工在克朗代克地区的一个金矿现场工作时，有了一个非凡的发现。他们偶然发现了一具大型哺乳动物的木乃伊残骸。当推土机发现这具尸体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他们立即通知了古生物学家。研究人员后来估计，这是一只生活在5万多年前冰河时期的猛犸象宝宝。它保存得非常完好，它的皮肤、躯干和一些内脏都完好无损。这为科学家们研究这种古老的生物提供了难得而宝贵的机会。几百年前的沉船。一个电影摄制组正在拍摄一部关于大海上沉船的纪录片，地点是安大略省的哈兰湖。在使用特殊设备扫描湖底寻找沉船遗址时，他们意外地在湖床上发现了一艘保存完好的旧木船残骸。该事件发生在安大略省的桑德湾附近，该地区以其独特的岩石而闻名。沉船的历史，根据它的设计和历史背景，它揭示了19世纪航行在这片水域的水手和船只所面临的挑战。这艘船的沉船讲述了关于加拿大过去和交通发展的重要故事。远古的飞镖。2018年，考古学家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在一块冰原上发现了一只古老的投掷飞镖，这使得研究人员感到很震惊，因为揭示了该时期的工具和武器等古代物品。这个投掷镖大约有6000年的历史，是很久以前生活在该地区的土著人制作的。他们用这些飞镖打猎，特别是捕捉驯鹿和其他动物。发现这只飞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早期土著社区如何狩猎以及如何生存的重要信息。布鲁斯。布鲁斯是一种古老的海洋爬行动物化石，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南部的附近村庄被发现。这个非凡的标本生活在大约8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当时恐龙在地球上漫游，海洋爬行动物统治着海洋，布鲁斯的化石是其中之一。这是在加拿大发现的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布鲁斯标本，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对这种可怕食肉动物解剖和生物学的详细了解。这是一种适应海洋生活的大型爬行动物，它有流线型的身体、有力的下颚、充满了锋利的牙齿和强大的游泳能力，是当时的顶级掠食者。宾旅馆在加拿大，在那里有完全由冰和雪建造的特殊旅馆。一个著名的冰酒店叫做光泽酒店，每年冬天位于魁北克市。这家旅馆是用成吨的冰和雪建造的，它就像一座冰冻的城堡，里面有美丽的冰雕和复杂的设计。包括床和家具在内的所有房间都是用冰做成的。许多人来冰酒店是为了欣赏令人惊叹的冰艺术和独特的氛围。每年冰酒店都会以新的设计进行重建，为游客带来新鲜而令人兴奋的体验。悲惨的命运。探险者来到森林里探索野生动物，却被一具浑身长满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震惊了。在弄清楚它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之后，探险家发现了一群野牛，
曾经聚集在一个水源处，可能是其中一只野牛遭到老虎的袭击，成了蛆虫和苍蝇最喜欢的食物。尸体大约有五天了，他很震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吃掉了一半以上那只野牛的尸体残骸。接下来就来到我们这期的精选节目了。这张图片是我们在推特上看到的。据发帖者的描述，他们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在2022年的时候挖掘附近的靠近遗址时，偶然发现了这具雕像。这使得我们既兴奋又失落。兴奋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么巨大的雕像，失落的是为啥不是尸体遗骸呢？否则让我们对巨人存在的证据又多了新的一节。而且更让人奇怪的是，雕像不应该都是立起来的吗？为什么建造它的人们要把这具雕像深埋地下呢？可惜的是，更多的解释还在研究中。你是怎么看待这具雕像呢？请在下方和我们一起交流。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你对这期的哪个发现感到最惊人呢？或者你还知道其他的加拿大发现吗？请在下方和我们一同分享。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出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视频。我们下期不见不散。